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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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大家翻开讲义148页。我们仍然来讨论往生业成。往生业成啊，这个标题下面我们列了17个小点，这每一个小点呢都是有针对性的。那我们昨天又学到时节业成，因为时节啊是约时间来说的，那么这样的角度就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往生净土的业事，在阿弥陀佛这个立场上来说，已经是在时节之前成就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实，我们就会警醒，哎呀，阿弥陀佛都成佛时节了，我还不知道啊，还在这里这个轮回。所以这时候你心里面呢就有一种安慰感。那为什么时节成佛了我还在轮回呢？就是因为没有信受弥陀救度。那为什么我觉得往生还没有底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一心归命，一心信受，一心归头啊，知道这个你才能够发起这种归命的心。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是时节之前阿弥陀佛已经成就我们往生功德的话，那会有什么效果呢？那就会就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以我们这种浊染的身心，然后呢在这一辈子努力啊，因为不知道时节以前成了嘛，以为是靠我自己今生来修行，那我从现在努力吧，一直到临死，你有把握吗？你没有把握，因为你自己心里都知道是没有底的。若论时间只是一生，若论这个修行的身心呢是非常浊染的，而且在这一生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都在糊里糊涂的睡觉，干掉8个小时，吃喝拉撒睡也干掉8个小时，然后念佛也念不了几，不管念佛修行都修不了那么几个小时，在这当中呢还是妄想纷飞的，即这么短暂的时间，浊染的身心，这种懈怠的行业，想要求生一个涅槃的国土，自己都知道不可能，所以每个人心中说：“哎，不行啊，什么时候功德资量圆满啊？”那么讲行的人，那就是人家都对你侧目而视，怎么可能？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时节之前往生之业在弥陀这一边已经成就，所以单靠我们自己那是不可能的。那一旦了解时节业成，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就逆向思维，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修到临终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碰上一个运气吧，是反过来说，哎呀，原来在时节之前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那我现在呢才有可能一念归命，一念信受，当下往生业成。我们讲平生业成，这才有可能。如果没有时节业成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平生业成？就凭我们这个样子啊，所以呢这样的思维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给我们启发那是很大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名号业成。时节业成成就在哪里呢？这就成就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五劫的思维照在永劫的修行，归根结底是成就了这句无上正等正觉的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这六字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呢他本身成佛的大愿业力，也是救度众生的大愿业力的集中体现。所以这个时节业成是讲时间，名号业成是他成就的法体，成就了什么这显示出来。阿弥陀佛时节之前成佛之时，
已经成就众生往生之业，这就是十界业成，那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中。故名号呢，即是众生往生之业具。你往生之业成就了，有什么证据啊？这六个字就是。所以我们弥陀二姐偶遇大师也说啊，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做众生呢多福德之源，叫善根福德因缘嘛。所以令信愿持名者念念如是成就，那道理是一样的。大愿就五劫思维的誓愿，大行就是照在永劫的修行。这种大愿大行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让我们现在的众生，你信愿持名，你念念呢也像佛一样成就如是无上功德，成就如是这样的大愿大行的功德。那如果不是大愿大行浓缩在这个名号里边，那我们怎么可以领纳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呢？所以信愿持名，信愿就是领纳，信愿持名领纳名号功德，这样你才念念亦如是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持名者善根福德同佛无异，是因为名号里面圆满包含了一切功德。所以无量寿经里说啊，一念具足大力，具足无上功德。那我们上海大师解释的非常的简明啊，这就是六字誓。南无者即是贵命，亦是发愿回向之意，也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思意故必得往生。所以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就是我们必得往生的证据，它的道理它的意义就是说你必然往生。为什么呢？归命发愿回向即是其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累劫一切的修行都都归我们所有，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修行，我们没有修行，所以阿弥陀佛累劫的愿行成为我们所拥有。所以这个后面八个字的结论就代表这六字名号它什么意思？六字名号没看到就说你必定往生，我必得往生，这是我们往生的证据啊。我们用在这里呢是要说明这一点。那名即法，名即法是往生论注里边所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名号本身就是救度我们的行业，救度我们的法体啊，不是在名号之外另外有法可以救你的，名这个名号本身就是救度之法啊。当然这句话是古德说的也非常好，临行赠汝不多字，一句弥陀做大舟啊，我们马上告别了，我有千言万语啊要送给你，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话，这个字就是子就是字，我就送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给你，作为你渡越生死苦海的大船，这样的告别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显得道气很浓啊，互相之间的哎呀再见，这个世俗话，哎你好，我们要告别了，你好好郑重的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送给你作为渡越生死苦海的大船啊，这就意义非常好。阿弥陀佛的大船做好了没有呢？做好了，对吧？渡越生死大海的这个船做好了，我在上面问，你们下面回答整齐就很好的啊，就有呼应。阿弥陀佛大船做好了没有啊？不晓得啊。这个大船是要给谁乘坐？是要给谁乘坐的？我。对，你们都是乘客，我们都是乘客啊。我们乘这个船要花钱买票吗？不用。不用买，就六字名号就上去了。但有的人呢他不晓得，他要去扎心扎修买卖票，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大船我们怎么能坐上去呢？对，只要念了佛就乘上去了，所以念佛即是乘佛愿。就善导大师啊，这个龙树菩萨最早把念佛法门比喻为乘船的法门是哪一位啊？龙树菩萨。他说呢，譬如水上乘船则乐，水上乘船就靠船的力量，所以我们渡越生死海是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大船。有的人听到这个法义啊，他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完就做了一个梦了，就梦见啊在一个海边，然后一条大船开过来了，上面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哎呀，自己坐上去乘风破浪，非常的高兴，非常愉快。哎，醒了，这个特别发喜。这个梦好不好？好，吉祥好梦。啊，现在人做这样的梦，古代也有做这样的梦的。啊，我碰到连友的好几个，不过我本人还没有做这样的梦。那么也有一个连友呢，他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梦。他做这个梦很奇特，应该在我们《念佛感应录》里边好像有记载。他这个梦啊，也是在这个海上，但是自己呢就坐在一个船当中，这个船也不是太大，但像个气泡一样，是透明的。外面啊虽然是狂风巨浪，但这个船呢它是圆圆的，就是里边很安全，很温暖。这个像一个就像港像气泡是透明的，但是他就一点也不恐慌。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的摄取不舍，它是密封舱的，你看的没有任何问题，外边再怎么样大风大浪，它里边是一点都不震荡，一点都没有惊恐啊。他醒了也特别的高兴。第七呢，这个名词叫做法体业成。这个名词呢可能需要解释。法体业成的意义就是说名号业成，它讲的是一件事情，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众生往生之法体。有人说法体，我们就说师父祝你法体安康，就是这个法体吗？啊，这个不是，是两回事啊。那么祝你法体安康是恭维人的话，说某某啊大德啊，那么你的身体宝贵啊，是为法存在的，所以叫你法体，是一个恭维的话。这里讲的法体就是说体是本体啊，本质本身，就法的本身，法的本体。比如说我们从这里要过河，那你要靠船呢，是不是啊？船是我们过河的一个工具载体，我们讲载体，这个船会运载你到对岸去。那么这个载体呢，就船有大船有小船，小木筏子甚至小木片，甚至一个小盆，小独木舟。那么这样比较起来，那个独木舟小船这个船体就不坚固，那如果是大船啊，那就是船体很坚固，载体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你一个小独木舟过大海那是很危险的，那我们渡过生死大海也一定要有一个载体能够承载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业债啊，我们的业力很重，你要一个承载啊，要一个衬托啊。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呢，就是承载我们渡越生死大海的佛法之载体，这样理解你就比较清楚了。那这种载体呢，我们有两种，一个就专修念佛的人是以六字名号作为法的载体，然后呢渡越生死海，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嘛，靠六字名号大圆船承载你这个小业障凡夫装不下吗？十方众生都上去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船一点不会说这个说衬托不了啊，都不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靠自己所修行的杂毒之善作为衬在自己渡越生死大海的这个载体，可以吗？不可以，这是肯定不行啊，这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这个自己的那个船自己杂毒之善所做的，那就是泥巴做的，一放到水里去扑怎么样化掉了沉下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渡过生死海往生极乐界，你要靠自己杂行杂修功德要去往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法体一定要选准准确，他把杂行杂修这个法作为自己的载体，想承载这个啊，渡过这条生死河，那怎么可以呢？像这个达摩大师啊，到了江边，叫一苇渡江。你们看过这个画子吗？啊，听过这个说法。达摩大师过江了，他一看没有船，然后呢，在旁边在路边上就栽上一只芦苇叶，然后脚往芦苇叶一踩，呲过去了。这是因为他有神通啊。他就是不要摘这个芦苇叶也可以过去的，他只不过是跟试给搞一下子芦苇叶，给你来点幽默的。
过去了。那我们能行吗？我们不行啊，扑通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大船啊，他就是神通圣人了。那我们渡过生死河一定要有一个呢啊，要有这个载体，法的载体，所以叫法体。这个法的载体，专修念佛的名号为载体，这够不够？坚固不坚固？坚固。我们愿不愿选这个法体啊？愿。有了这个法体，你叫做法体安康啊，不然的话不行啊。这个法体业尘呢，它的名词呢，是和机受业尘相对来讲的，这也是个名词。就从法的载体，法的本身来讲，已经成就了众生往生之业。这个从法的这一方面，也就是从阿弥陀佛这一方面，从六字名号这一方面。什么叫机受业尘呢？就从众生根基领受这个角度。我们再看第八点，机受业尘。虽然名号法体，名号一法，称载众生啊，度越生死苦海，这个载体名号的法体已经成就了众生的往生。从阿弥陀佛这边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世界成佛的时候通通打包了，每个人都发一份，你都往生成就了，都决定了。但是呢，从众生这一边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怎么还在六道轮回啊，还没去啊？问题出在我们这一边啊。但众生不信受，你则不得往生。我就是把饭做好了请你吃饭，你不开口吃你还是饿肚子啊。你饿肚子不代表我饭没做好，你不能怪我，对不对？我都饿肚子，你饿肚子不能怪我，我饭都做好了，我请你吃你不吃啊。我们这么十劫以来饿了肚子，在六道轮回在这样的冤枉颠倒，法藏比丘阿弥陀佛说，我这个早就做好了请你，你有没有吃啊？并信受啊。那么众生信受呢，你即得往生。所以这个叫做信受，积受业尘，就众生信受阿弥陀佛名号救度，往生之业当下达成，这叫做信受业尘。这样呢，与法体业尘是相对的，一个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说，一个从众生的角度来说。那么在第十八愿当中呢，这两个都已经规范了众生的信受，就说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就是信受，你这样就决定往生。那么从法体角度来说呢，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所以这句名号它包含了，首先是阿弥陀佛成就我们往生之业，同时呢把这个名号的往生之业业成之果，那么呢回施给众生，让你来领受啊，众生领受呢往生之业形成。所以这底下引用第十八愿的成就文，你看这个文呢，就是讲从法体业尘到机受业尘，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这是八句。我们先从后面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转，这是不是往生业尘呢？好，那我们这个即得往生是从哪里得到往生的？我们再从后往前追，哦，是从信喜一念回向愿生就得到往生了，是不是啊？我们追到这个地方，那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吗？就即得往生。我们再往前追，这个信喜一念回向愿生就得到往生，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呢？你信张三李四能行吗？哦，他是闻其名号，所以呢这个信喜一念即得往生，他是从闻其名号来的。所以这个往生从哪里得到？从名号，从名号里得到。那怎么得到的？闻，通过听闻而信受。所以闻在佛这个角度就是说，从众生这个角度就是闻。那么十方诸佛宣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就是说。那么众生呢，听着闻十方诸佛的宣扬赞叹，他就听闻佛，等于是十方诸佛把这六字名号已经现成的往生之果啊，普遍的宣扬给十方众生，你听闻。那么闻到心里去的人，
闻而生信的人就领受了名号的往生之果。所以这个叫做呢闻信，由闻而生信，所以名号通过听闻生信，信心欢喜呢这一念，哦，原来我的往生早就成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里边，这不就信心欢喜了吗？就高兴了吗？你们大家听到这样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对啊，那如果还让我们再继续修到下子，我们就要哭鼻子了。哎呀，名号功德这个真是啊，已经成就在六字名号里边，那这样的你当下信顺，这叫乃至一念。哎呀，那你愿不愿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愿意啊，这个这样时候的发出的愿心叫智心的，这真实的。如果靠我们自己回向，那个真实心不够的。我往生功德还不够，愿不愿意去往生？愿意，但是嘴上讲愿意，心里边就在发胆寒了，胆怯了。现在知道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决定救度，这个时候发起的这个愿心是一发不会终止的。那这个一发起来是真实坚固的，因为靠六字名号去往生，白白送给你，百分之百保证。那谁不愿意去往生啊？这个叫智心回向，这个心就很真诚，仰靠阿弥陀佛啊，很坚固。回向就回转啊，原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往生，一边说要往生，一边呢脚往前跨，一边脚往后退，担心害怕。那现在呢就勇往直前了，这叫回向。原来还想靠自己修行，哎呀，我哪知道呢？我这辈子修吧，试试看吧，我努力努力吧，到临终看看三资粮有没有圆满。那这个时候呢，回转自己这个都不要了，统统放下，专门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这样的回向叫智心回向，而从内心里边呢，愿生彼国，这个是跟佛的愿心相应的。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当下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啊！你就是注意不退转之地。这个住有两种住，第一个就是佛六字名号住在我们的心中，就像往生论所说的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佛住在你的心中，让你不会退转。佛不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就退掉了吗？就好像这个螺丝一样的，那个给它旋紧了啊，底下它才不会松。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的大螺丝给你旋得紧紧的，你就退不掉，以无量光明摄受。那么由佛住持，那我们这种众生呢就住不退转，我们是安住，那佛是住持。这里呢就说到积受业尘，那么积受业尘呢有不同的积受的方法，就说或者有不同的侧重表现形式。下面这三种六啊九十十一就是讲积受业尘的。首先呢第九闻名业尘，那么积受是受什么，法体是什么呢？法体是一句名号，对吧？这句名号具足我们往生之业因，所以我们积受一定是跟名号相关的。那么众生的根基各个不一样，领受名号救度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你看第九呢叫闻名业尘，闻说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这是通常的方法，就听闻诸佛菩萨善知识讲说阿弥陀佛名号救度的功德，信受在怀，当下累纳啊，就闻信，不带口称，往生之业即时成就。所谓不带口称，就是说还没有等待他张口念出来，你当下听说往生之业圆满成就，心中哎呀大欢喜，一心领纳，不等待你口称。当然他会念佛的，可是我们不是就他念了多少佛来说他往生之业有没有成，是不等他念出佛出来，当下这个时候往生之业就成就了，即时成就。那么例子呢就是观经的下品众生，下品众生我们可以来翻一下695页。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习物到现前生物，
不敬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欲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欲善之时，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住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经，即得往生。好，你关进的下品三生啊，你怎么读就怎么欢喜。你看这个人是造作破了，罪业很重啊，破戒啊，不敬说法，到现前生物啊，偷生其物等等。命运中的时候，地狱众火一时俱至。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大慈悲，跟他讲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这一切广赞彼佛光光明神力。那么善大怎么说呢？我们看697页的第一二三啊，第二行，名善人为说弥陀功德。第三行，名罪人即闻弥陀名号，即除罪多劫。听闻阿弥陀名号，罪业当下消除，不是闻名往生业成吗？名即蒙罪灭，火变为风，当下就往生定了。他没有念佛啊，还没有来得及念佛，应该说他没有来得及念佛，当下命中当下往生，这就是闻名业成，不等待口称。这个殊胜不殊胜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还说念佛心清净不清净，你还没开口念都往生了，还哪有时间跟你讨论清净不清净，对不对？你念的时候才说，哎呀，我这声佛号念得净不净，还没开口就往生定了，你还说谈什么清净不清净，没有，不给你机会。我们看讲义，西游德文比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德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也是闻信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哎呀，非常高兴。为什么会欢喜踊跃？欢喜的就跳起来了，叫欢喜踊跃。为什么？哎呀，我这样就能往生决定了，这阿弥陀佛已经救度我了，这名号里边有我往生的业因圆满具足，哎呀，高兴。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弥勒菩萨讲了，哎呀，你当知此人弥勒，你要知道这个可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就是已经得大力了，他就可以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他就已经得到了慧依真实之力，他已经具足了无上功德，能成佛圆满，圆满意义都成就了。所以像维大师讲的那些话，他的弥陀要解里所说的，我们如果初听起来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但是人家是有经典依据的。为什么说信愿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无异啊？为什么说念念成就这个佛大愿大行这样的功德？就从这句经文来讲的，闻到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这个就得大力具足无上功德，这不就是说得很清楚吗？这是经文的白纸黑字，你们回去看《无量寿经》啊，在最后附主的地方，佛告弥勒，第二段经文，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这四句话好好备注啊，也在《无量寿经》当中，回去再翻查一下。我们上完课之后回去啊，大家凡是引到经文的地方，最好回去把翻查一下，上上下看清楚。你看这些话读起来有力不有力啊？给不给力？给。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没有点含糊的，皆字一个皆还不足以形容，皆悉通通都往生。难道佛是妄语者吗？难道佛会虚假说虚假的话吗？佛是不会说虚假的话，但是有一特例吧，
别人文明都欲往生都往生了，那我怎么还没有呢？这不会的。所以文明欲往生，你听到南无阿弥陀名号，你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统统都往生。那么这个文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跟前面讲的文得闻彼佛名号，欢喜愉悦乃至一念，这个才叫真正的闻，闻而入内心的，听到佛的名号就度。不是听人家讲这个名号，如果你不念到这个禅定一心，如果你不能付出妄想杂念，那你这样是不能往生的，这样叫做闻其名号吗？这样叫打折扣啊！啊，这不叫闻其名号，这个就闻的是就不正确了。所以闻其名号是正确的宣讲，正确的听闻，正确的领纳，这是仰靠阿弥陀佛本愿的力量，是弥陀本愿力成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修行力啊。弥陀名号里面，这句名号里边是阿弥陀佛大愿业力的集中体现，靠这句名号决定救度你，救度不了你决定不成佛啊。这样的发起的愿往生的心叫做闻名欲往生。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是靠什么欲往生啊？你是靠我自己的功夫，那就功夫欲往生，那当然往生不定啊。靠自己拂除烦恼啊，这个绝灭妄想杂念，或者靠自己修行这个种种善法，那就靠你的杂行之善，那往生是不定的。你靠这个欲往生，就是你的愿往生的心发动的来源动力的机制是什么？我们专修念佛的人，我们愿往生的心是完全从名号所发动的，是闻名欲往生，有这个这么好的名号一定能往生，那我决定愿往生，这个叫闻名欲往生。那有的人说，哎呀，靠我修行功德去往生，这个你名号没有听真，没有听亲切，你是靠你自己杂毒之善，杂毒欲往生，一个也不行啊，千中无一往生。再看第三段，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我如果成佛的时候，我这个名号叫无量寿的名号，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众生只要听到这个六字名号的，统统到我的极乐世界来。这还有话说啊？没话说啊。当然这个闻，我们说这个闻性，还有的人他或许没有这样机会，或许善根还不成熟，他还没有闻性，虽然闻不具足啊，信心不具足，那他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呢？你们说能不能？闻名义往生，他也是能往生，但是今生恐怕就不定啊。像济公一唱，那个电视剧一放，全国谁没有听到这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都听到了吗？那么是不是都往生了？他今生不定，但是来生来来生迟早是跑不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功德非常大啊，这个游本昌还是不错的，他一唱呀，这很多人就听到了。因为阿弥陀佛这个誓愿聚来我刹中，他就是有远有近有早有晚，总之像这个长江水要归大海一样，长江口在这个入海口的旁边，他立即进了大海。那么还有中游的，还有上游的，还有它发源地的地方的，还有在雪山在开始融化的，迟早都要归入大海。有的在中游，啊，你也要往前躺。所以我们比如有的人现在他还没有专修念佛，别着急，他正在上游，慢慢的他就开始要念佛了，已经进入中游，再已经专修念佛，已经到下游，现在就闻名信喜了，已经到入海口了。这时候一口气不来话，进了涅槃大海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一个人啊，他遇到这个就不远了。啊，遇到六字名号往生不远。那我们在座天天在这里上早晚殿，哪怕你是有的人说我哪愿意去上早晚殿啊，对啊，没办法，当和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只好跟着去啊，就这样就能往生成佛。这是你当和尚你当对了，你特别跑到这个专修念佛的道场，早晚你跟着后面嗯嗯呀呀的，你不念，你哪怕不用耳朵塞子把耳朵憋起来，别人念你也等于念了，是不是？你不可能上殿的时候别人你偷偷懒吗？你不念也可以，但是你不会拿一个耳塞子把耳朵塞起来吧？塞起来也还难过，那就跟着后面晃，你看念我听几句一样的，天和念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闻名欲往生，皆喜到彼国，这些经文法语
你把它读一读，你说你多么的信心充满，我们一定要听佛讲的话，要听如实言，这是了义，甚深了义之教，不要以自己的那个歪门邪道的心乱想。文明一往生，这些道比过，这是鼓励我们的吧？你看几个人亡命亡去，但是又不敢讲佛讲错了，然后他就在这里搞一个稀里糊涂的就过了，不可以，就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是佛你骗我还是没骗我？你要没有骗我，我往生就定了，我就靠你这两句话了。你要是这个讲的话那个鼓励鼓励我的，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也有人解释，这个叫别时意啊，说这个是鼓励鼓励你的，就是怕你懈怠不念佛了，你念念佛下辈子出来慢慢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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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最后到哪一天也不知道是了，过了好多劫，然后你才有可能往生净土。那样的话我们不就冰凉了吗？我们还不如找个别的法门。所以这个以善导大师的解释，以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的解释，这个是真实言，大乘了义之法，所以叫做圆顿当中的即圆顿法，了义当中的无上了义，真实当中的最极真实之法。凡夫众生必定堕落众生，你要观经这个是骗人吗？刚才我们读的观经下品众生，对啊，这个人造多少罪业，你看地狱 他死什么状况，密狱终时，他现在快死了什么状况，地狱众火一时俱至啊，地狱的火哗都烧过来了，这是什么景象？这说明他的恶业很深重，而且地狱的火的温度那比太阳的火还要温度还要高啊，很烫的，而且一时就是同时之间都来了，这个多么的惶恐啊，大火都烧上来了。在这么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善知识跟他讲了阿弥陀佛，他恐怕念都来不及念了，当下听到当下往生决定。所以你想一下多舒服，哎呀，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听到讲阿弥陀名号马上有这个火变为风，而且是清凉风哦，夏天很热，清凉风吹过来你会很舒服的，这地狱的火那么热，马上化为清凉风，吹住天花，风过来吹天花飘散。你什么时候见到这种景象啊？这个造罪造业破戒的人，他什么时候能够天女散，天女给他散花？现在是观世音菩萨拿了极乐的这个莲花，天花妙散的，花上皆有化佛菩萨，每朵莲花上面一朵阿弥陀佛，每朵莲花上面都西方三圣，三朵花一组，三朵花一组，啪啪啪啪啪啪，这飞，对吧？上面花直掉，而且这花迎接此人，如一念情即得往生，刹那之间往生极乐。这个电影再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这样的，再怎样的这个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来，非常的生动，非常的这个及时，我们家及时雨都没这么及时。所以这不是一刹那之间吗？对，闻名业成啊，听到弥陀阿弥陀佛名号，往生之业当下达成。我相信我在这里这样讲，你们在下面听的人，很多人包括将来听到这个碟片的人，当下闻到这个名号就往生业成。边讲就看见那个妙莲花纷纷的空中降落，哦呀，他高兴坏了，每个人都接着一把，对不对？不是你接莲花了，是莲花接你走。这个好啊，讲到这个地方真是好。这样你还不喜欢念佛吗？喜欢，对不对？这个念佛就是最好的事情，最欢喜的事情就是念佛，因为念佛我们往生决定啊，高兴啊。但是如果跟你说这个是不行的，你念佛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你就念得烦了，念得厌了，念得倦了，念得害怕了。哎呀，我的念佛也不行啊，我说什么时候能够又没有妄想杂念，我不念还好一点，搞这么长时间，我已经三年了，有的时候我都是十三年了，也说哎呀小兄弟，我都三十年还没达到呢。这越听啊，互相之间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害怕，这是没有正确的听闻。这个时候你要了解了之后，我们从寺院里到处走，听到念佛机在那唱，你就高兴啊！你自己躺那地方听别人念佛，你也业成，你也高兴啊。下面称名业成，当然我们讲闻名业成，是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信心呢？是有信心的。他说就不念佛呢，他也是念的，只不过就他这种现象来讲，经文当中没有说他的信心啊，或者称念呢、啊，
只是说他听到这个名号的当下，名号就这种功德力。那么另外也有的也不讲这个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八哥鸟，对不对？他也谈不上信哪不信哪等等，他就是念佛成为习惯啊，这样也往生决定。所以闻名也好，称名也好，信受也好，这个都往生业成，是因为你闻的对象是这句名号，这个名号里面本身就是往生业成的，你称的对象也是这句名号，这名号本身呢往生已经定下来的，所以它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弥陀观佛本愿力，遇无空过者，你怎么遇到它？你遇到了就没有空过的。这首偈子你们熟悉吗？观佛本愿力，遇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东功德大宝海。我们看往生论啊，大家翻到圣教集的213页啊，这首偈子也是跟我们刚才那首经文相应的，跟我们这刚才引用的这三段经文都是相应的，在闻名业成的三段经文。观佛本愿力，我们讲七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知不退转，不一样的嘛。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观是观察、观知、了解啊，阿弥陀佛的本愿是这样子的，它的力量是什么样呢？欲无空过者，你只要遇到的，没一个空过的。那我们说入宝山空手而归，那你是没有遇到阿弥陀佛本愿力，你遇到了，没有空手而过的。那什么叫遇呢？遇是两两，叫我遇到你，你遇到我，是两个人碰头打招呼，你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你，这个叫遇到了，对不对？就遇到之后说，哎呀，对方说，哎，我那天看见他了。另外一个人说，我没看见你，那就不叫遇，单方面的，那双方面叫遇。你认识我，我认识你，碰到我碰到你，遇无空过者，只要遇到阿弥陀佛名号，他的本愿力就不能众生都没有一个空过。效果怎么样？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也就是前面讲的信心欢喜，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快速到一念之间速满足功德大宝海，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有这个作用，能使得我们一念之间圆满无上功德大宝海。这功德大宝海好啊，四个字，这五个字。那么所谓的遇呢，就是跟名号啊，接触闻到佛的名号，称念佛的名号，一心归命信受佛的名号，这个都叫做遇。好，我们看第二种，看讲义啊，这个书你放旁边啊，随时要用。第十，称名业成，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以名号之力，当下罪灭，往生之业成就。如观经的下品上升，我们还是把经文打来看一看，690页。你们打开之后就放旁边，因为我们底下还要学下品下升的。690页，我们从这个689页开始。下品上升者，或有众生呢，作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你说做重恶业，又说多造恶法，又说无有惭愧，罪也够重的。命欲忠实，欲善之时，为说大乘十二部经首替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及重罪业。这个代表通途的法门啊，大乘十二部经一切教法。这个但是呢，还没有能够处理生死轮回的还不行，就往生来讲还不够，所以智者复教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出50亿劫生死重罪，生死之罪。这个善知识啊，教他善知识有智慧，教他合掌插手，你跟我一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了一声，灭了50亿劫生死之罪。翻过来，儿时当下念佛的时候，这叫儿时。彼佛即前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行者前赞言：“
善男子，一汝称佛名故，助罪消灭，我来引汝，作事于矣，行者即见化佛菩光明，遍满其时，见以欢喜，即便命中，趁宝莲花，随化佛后身保持中。那么善男大解释说呢，行者正称名时，比弥陀即显化众应声来现，就这句名号当中啊，应了你称念弥陀名号的声音，当下阿弥陀佛就显现出来，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救度的本体。所以我们正称名的时候呢，往生之业当下达成啊，像我们这个佛来家的那两只八哥鸟，它就是称名业成，它天天在那念佛，它当下念佛阿弥陀佛也会出现的，不管你看见没有看见，所以它往生之业达成，这就是称名业成。那我们每一位念佛也一样的，我们念佛往生之业也决定达成。接下来呢，归命业成，归命阿弥陀佛的救度，往生之业当下成就，如上品上生。上品上生这里边呢，我引用了他的经文，说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这三心啊，说到底就是一心归命啊，至诚心的真实心，身心呢就是激发两种圣性，一心归命愿往生，这就是三种心。你能一心归命愿往生的人必定往生，所以这叫归命业成。归命的业成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呢完全投托于阿弥陀佛啊，这叫归命。这当下一念归命的时候呢，往生之业已经达成了，所以我们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字，南无就是归命，你归命了，阿弥陀佛即是其行，当下就是归命的众生，就是救度你的行业，就是救度你的法，救度你的法体。而这个六字名号当中呢，圆满具足我们往生功德。所以呢，善导大师在底下就讲说，以思义故必得往生，你归命阿弥陀佛即是其行，你决定往生。所以我们这叫欲悟空过者，不管是啊这个信顺文明，还是口称佛的名号，还是一心归命，这三种呢都是积受众生啊领受六字名号本身就具足的往生功德，本身就具足的往生的之果。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往生容易不容易啊？非常容易的，是现成的。所以经文说阿弥陀佛成佛时节，这句话读起来很有味道的，就我们往生功德早已经成就好了，是现成的，不是说我们现在再来修的，那来不及了。昨天讲了嘛，书到今生读一迟，佛到今生，佛到今生你修太晚，到今天才开始讲修行，那太晚了。是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成就了，名号功德成就了，往生之果也成就了，我们现成的领来。那么怎么领受？口称也行，而这个心中闻信，口中称名，也就是所谓的信愿行，信愿支持名号。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